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华为的新一代折叠屏旗舰的发布会。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也是我们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年。不仅是疫情，尤其华为在迎来在美国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制裁，对我们的经营和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但是拥有我们全球的合作伙伴渠道零售合作伙伴、供应商合作伙伴们的鼎力的支持，尤其我们全球的消费者的鼎力支持，2020年我们活过来了，谢谢大家。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在中国市场，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穿戴、我们的 PC 平板都实现了大幅的增长，我们的手机和穿戴甚至市场份额做到了第一名，我们的 TWS 耳机超过80%以上增长，甚至去年在部分季度我们的全球的市场份额做到了第一名。那因为去年的第二轮和第三轮的制裁，因为我们的供应受到巨大的影响，我们的市场份额最近有所下跌，但是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我们在一路的奋勇前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继续前进，继续发展。我们华为消费者业务未来5到10年的战略就是全场景智慧生活战略。我们提出了1+8+N 的这种战略。一就是我们的手机包括我们8种外设， N 就是我们广泛的 AI 的 IoT 的这种智能设备。目前华为的智能连接设备已经超过了10亿台，我们的 HiLink 生态用户也超过了5000万。我们的华为的 HMS 华为 Mobile Service 的月激活的用户超过了5.8亿，谢谢全球消费者的支持，谢谢你们。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我们在全国拥有10000多家华为授权的体验店，我们有超过2000多家华为授权的服务中心，我们的消费者满意度99%，我们连续6年在中国区我们消费者满意度第一，而且我们不断地拉开和第二名、第三名的差距。我们持续不变的承诺是我们持续的创新，包括我们产品形态的创新，像我们的折叠屏就是我们产品形态的一个重要创新，还有我们的相机技术，我们把专业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的单反相机的影像的能力技术用到智能手机中，我们同时用领先的处理器、领先的芯片、领先的各项的技术给大家带来极致的性能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华为全球发布的我们的第一款的我们的折叠屏手机 Mate X， 当时是全球首款 5G 折叠屏手机。我们 Mate X 和 XS 当时是全世界最薄的折叠屏手机，展开后它最薄只有5.4毫米超薄的这种音译折叠屏的外折的这种设计，而且拥有很强大的 5G 性能，会超级快充尤其这种极致的这种8英寸的这种大屏带来的这种震撼感的这种体验。华为的 Mate XS 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折叠屏手机，上市以后广受消费者喜爱好评，一直上市以来一直供不应求。今天我们带来我们最棒的折叠屏的手机的升级版。这就是华为新一代的折叠屏旗舰华为 Mate XR。 我们看一下它的正面，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展开的这种极致的大屏展开后的感觉非常震撼的华为 Mate XR给大家带来巅峰的设计。首先它这款
8.01 inch 的这个大屏，拥有超高的分辨率，一些拥有很高的采样率和刷新率，尤其是8:7:1的这种显示比例啊，是带来一个最佳的这种视觉显示效果。8:7:1，内屏和外屏，外屏是采用了6.45英寸的 OLED 显示屏，也是超高的分辨率，更高的像素密度。内屏和外屏都是双90赫兹的高刷新率，而且是双广色域。我们外屏的显示比例，是直板机的最高显示比例，21:9了，就是宽银幕电影的这种显示比例。我们的内屏是8:7:1的这种显示比例，这种宽屏幕，而且同时我们这个大屏的阅读的体验非常棒。但这次我们又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上一个非常创新的技术，业界首发的磁控纳米光学膜。大家说磁控纳米光学膜是干什么的？它是减少反光，让眼睛看起来保护眼睛特别舒服。我们过去我们用使用手机的时候，我们屏幕反光让人，尤其在灯光下，在户外很影响阅读啊，就伤眼睛，反光很不舒服。但是我们的这种新的技术，它带来了小于1.5%的反射率。普通的手机有超过5%的这种反射率，像其他的折叠屏手机，它的反光更厉害。但我们的这种低反射率，甚至比最很昂贵的40,000多块钱的这种显示器，它的反射率更低，这样带来了一个非常愉悦的这种阅读体验，观看屏幕的体验。我们采用了一个非常创新的双螺旋的水滴型的这种铰链设计。但合上以后，大家看到这个侧边宽度是很窄的，但是从这个侧边看，大家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平的无缝的，合得非常严实实。它把合上去没有缝了，我们把一个屏幕就像弯到里面去了。但那个大家看那个水滴形的这个形状，就是我们屏幕在里面的这个形状，实际上在屏幕里边是一像水滴一样的弯在里边，但是从外面看它是没有任何缝隙，它靠里边这个空间把这个屏幕给弯折的屏幕给收纳进去了，非常创新的我们的专利的这种设计。这种设计也是采用了非常精密的这种螺旋，双螺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构，而且采用了非常强的这个螺旋的这个机构，采用了很高强度的这种超高强度的钢来做的。中间的那个中轴还采用了锆基液态金属，它的硬度比普通的这个还提升了3倍。甚至我们这个两边的这个支撑的门板又采用了碳纤维的复合材料，让重量减轻了75%。这个强度有多硬我们比世界上最安全的车沃尔沃 XC90 它的臂柱1400兆帕，我们比它的更硬的对吗？更强。我们双螺旋的水滴设计不仅合上没有缝，最主要的是展开以后非常平整，大家看到非常平整，平整度提升超过40%，相比别人的这个内置的折叠机，我们的平整度要好很多。大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个手机设计很特别为什么是一边厚一边薄，我们的双楔形的这种设计，因为我们要装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相机在里面，高级相机它的相机的模组厚度不可能薄，因为大的三摄这个大底它的相机的模组的厚度必须像，再加上我们的强望镜的光学变焦，我们都需要模组的厚度，所以因此我们把厚的地方留给相机。大家看到我们在厚的部位安装的是我们的相机，但薄的地方我们只有4.4毫米，我们正面看的是平的，大家看我们后面是不是还是平的，大家看一下，在我们合上以后是两边等厚的，厚度是等厚的，就左边和右边是等厚的。我们双楔形这种设计是平衡的美学而且没有缝隙因为我们双螺旋的水滴架构这个这样中间没有缝隙，其他的手机它中间合上合不上，中间一个很大的缝，而且很厚，它那一边这样我们是等厚而且无缝隙。我们这样设计呢还带来另外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重心靠右手，就厚的这一面是偏重一点那边在右手上面，这样右手握持非常方便看我们的单手操作非常轻松非常轻松。我们这个双手我们握横过来，双手横置，大家知道也是非常方便重心也是在下面，
非常方便。我们说我们最自豪的是我们的显示比例，我们的屏幕8.01寸，准确的说哈，但是这个显示比例是8:7.1，8:7.1相当于2个20.5:9的这种两个显示手机显示屏组合起来的，它比竞品7.6英寸5:4啊这种显示比例，它的阅读内容要大很多。你看它宽度，屏幕宽度达到135，比它120宽很多，所以有效的阅读内容大很多。当然他们的5:4也比过去的4:3要好很多，4:3呢更差一点，4:3呢它的更窄，所以它的显示效果更差一点。所以我们这种啊8:7.1的这种，我们说是最佳的折叠屏的黄金显示比例，带来真正沉浸的体验。而且分屏的时候它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分成两个完整的竖屏的手机，这样分屏应用的时候就非常方便。像其他的它那个屏的比例切完以后它就非常细长，所以这样的话它就会有效的使用面积是会降低的。而且我们的外屏也是很窄的边框，你看我们边框比别人啊窄了一半，在左边的一个边框是吧。而且我们的这个显示比例是21:9，是直板机的最大的显示比例，其他的它24:9了，24.9:9，这样的一个特别细长的应用是支撑不了的。所以我们的能主流的应用都能支持我们的显示比例，而且更窄的边框，更大的显示面积。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给的更大的显示内容啊，而且我们的握持感非常舒适啊，我们的宽度也比较窄，相比其他的直板机比，我们单手的握感非常舒服。我们这个美哈，不仅是外观的这种设计啊，而且我们带来这种内外的这种提升，这是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突出的颜色冰晶蓝啊，这男生女生都非常喜欢的颜色，非常酷，非常独特的颜色。我们还有一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啊冰晶粉，来看啊，非常优雅啊，非常啊受女性消费者喜爱。我们还给它带来一个非常经典的颜色釉白色，我们还带来最经典的啊亮黑色，这是我本人也最喜欢的，它是一体黑啊，这种感觉非常酷，非常优雅高端。所以我们一共为大家提供了4种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们的美不仅外在，内在的美可以看到，我们内在的我们这个花瓣，当你展开的时候这个花瓣就张开，这种花瓣绽放的这种效果，还有我们的这种秋水长天的镜头拉远的这种拉近的这种风景，大家的动态的主题大家可以一起好好享受一下，使用可以选择。这就是我们华为 Mate XR 的这种设计，我们采用了8:7.1的黄金显示比例的8.01英寸的超大屏，高刷新率的屏幕，高色域的屏幕，我们双楔形的这种设计，采用了非常领先的双旋水滴铰链的这种设计，给大家带来啊非常极致的外观体验。我们不仅啊外观和设计的领先，我们同样 Mate XR 是一个旗舰手机，给大家来带来旗舰的巅峰的性能，同时给大家带来革新的体验。它内置的处理器是全世界啊应该性能最强悍的啊，这个麒麟9000呢是全世界首款5纳米的 5G SoC 芯片，而且是迄今为止全世界 5G modem 最强悍的 5G modem， 它拥有了强大的 CPU GPU 和 NPU 和 强大的 ISP 啊，就图像信号处理器，同时有很强大的 modem 支持了超级上行和视网融合的这种能力。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 CPU GPU 啊，它的性能和 NPU 的性能分别提升到30%到90%，它尤其它的能效比，就是能省电，它能够提升CPU 和 GPU 到 NPU 能效比提升32%到65%不等，它的 GPU 的图像处理性能甚至比刚刚发布的啊友商的那么旗舰芯片还更好，让游戏体验出类拔萃。我们很自豪的我们的全局天线的设计，无论是展开状态还是合上状态，这个天线的性能都是最好的。大家看一下，对比一下，对比其他的折叠屏，我们的无论是展开状态和折叠状态，我们都拥有了最好的通信性能，最好的天线性能。
我们领先的双卡设计，让两个卡同时工作，一卡上网，另外一卡可以通话，一卡上通话，另外一卡可以接听来电，不会漏掉。一卡这个 5G 上数据连接，另外一卡也可以 4G 数据连接，所以这双卡的性能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呢同时采用了这个超薄的大振幅的双扬声器，大家看到顶部和底部啊两个啊，我让我们的这个重低音提升超过180%，我们的高频的带宽也提升超过40%，音质非常棒。我们电池容量是4500毫安时，那我们的 5G 的续航能力提升了14%，强劲的续航。我们很自豪的55瓦的超级快充，在这个折叠屏上充电速度非常快，相比其他的折叠屏，我们速度要快很多。我们说这个大屏尤其带来这种沉浸的这种体验，让我非常喜爱，我一直在用它，啊，我从上一代的折叠屏到用了这一代的折叠屏，是我最喜爱的。大家拍照的时候，大家看到我拍照的时候，打开相机的那种体验的感觉，非常棒，而且我们单手的操作这么大屏啊，单手操作，我拍照的时候可以用我这个单手按拍照键按钮，非常方便。甚至我们左手我们来调节变焦，非常方便两边啊。尤其我们的大屏的沉浸的体验，比如大家网上购物，这沉浸的购物体验一目了然啊，非常方便。有买车的时候是吧？购物的时候，我们甚至买房子购物置业，大家看看，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大屏的这种感觉。还有人理财炒股啊，这种大屏可以看到的这种数据是一目了然。尤其我很喜欢用来的办公，我来看 PPT 啊，看邮件啊，看 Excel 表格，我都用它。我就更少的时间使用了电脑和 Pad 了，我就更多的使用这个折叠屏啊，非常喜爱。我玩游戏很少，有一些人玩游戏，这种大屏玩游戏的这种沉浸的游戏体验，那么更棒的游戏体验。我们说不止这个沉浸，有更高的效率。大家看我们那个展开以后，我们 QWERTY 键盘两个大拇指来输入，这 QWERTY 人音布局的这种键盘非常方便。我们甚至G和 V 都是两个双G双 V 啊，这个大拇指调节。我们每个人的指头长度不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来调节这个输入区域啊，让你更加舒适，这样的效率非常高，两个拇指非常方便。我们可以是多任务，也可以是单应用的多窗口，所以非常方便，让我们的这个多任务的处理啊效率啊拖拽，非常快捷啊办公效率。像我们这种预览这个浮窗，让我们快速直达。还有我们的畅联支持我们畅联消息，我们看照片视频，我们想分享给朋友，我们通过畅联这个照片和视频直接一拖拽就过去，直接分享过去了，非常方便。这是我们全新的啊多窗，我们效率不止于倍增。我们多窗口的这种效率是让大家工作的效率大幅度提升，让生活的效率也提升。同时，我们大屏带来的这种体验，大家很担心我们的应用是不能支持我们这么宽的比例。我们从 Mate X 和 Mate XS 开始，我们就广泛的引入了业界的开发者们来参与。来让大屏的适配，我们提供了完备的折叠屏的开发框架和开发规范，让应用适配更加方便。我们 TOP 200的应用100%的适配了这样一个宽屏幕的大屏， TOP 1000的主流应用95%的都适配了大屏， TOP 3000的应用80%以上已经适配了大屏。我们不是说不适配就不能用，也并不是这意思，但适配了它的体验更好。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这种大屏，我们跟这个华为视频是吧，咪咕视频来合作，是吧？大家看到，我们可以看球赛，比如说看视频，我们可以多个场景、多路视频同时播放。甚至我们看一个视频，
我们多多个镜头啊，多个场景，你可以切换，非常方便，多视角切看视频，啊，这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是不是？而且我们比如我们看球赛，我们可以自由视角切换，我们可以切换不同的视角，这我们跟优酷啊，优酷也合作，他们也支持了，说放甚至可以缩放自由视角，这就是我们的大屏的这种适配带来的不一样的体验。我们大屏的导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哈，这个开导航。告诉大家的好消息，继我们 Mate 40以后，我们又一款旗舰来支持亚米级的高精度的车道级导航，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都已经支持了，所以非常啊非常高精度，大视野高精度。这就是华为的 Mate XR 带来的极致的巅峰的性能和革新的高效率的啊工作和生活体验。同时华为 Mate XR 给为大家带来巅峰的影像，我们内置的这款相机是我们旗舰的非常领先的旗舰相机的规格，大家看看规格，它拥有了全世界最强悍的主摄，5000万大底的5000万像素的 RYB 的主摄，支持光学防抖，拥有了10倍的光学变焦，潜望镜的光学变�焦也是支持光学防抖，还有3倍的光学变焦，都啊支持光学防抖。同时我们有超广角啊好微距的摄像头，还有前置也是广角，同时还有多光谱的色温传感器。但是很多折叠屏，他们牺牲了啊照相的这么性能，它达不到真正的旗舰级的领先的照相性能。今天我们在华为 Mate XR 上拥有了非常强悍的啊超感知徕卡四摄，这就是我们的大底的5000万的 RYB 的三摄，它甚至比 iPhone 12 Pro Max 三摄要大很多。我们那个大光圈大底的三摄带来了极为强悍的夜景拍照能力，随手一拍拍出非常震撼的效果，我们的人像模式的自然虚化的效果能拍出专业单反相机的效果。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像摄影，大家看看单反相机的这种体验，哪怕随手的啊这种抓拍啊都是非常棒的效果。我们内置的非常强悍的10倍光学变焦，这个潜望镜的光学变焦变焦能力非常强，遥遥领先于同行的旗舰。大家看看我们极目远眺哈，拍照是在新疆，我们可以拍出远处的啊这种鸟啊动物非常清晰。我们2.5厘米的这种超微距广角那个摄像头，我们可以拍微距啊，2.5厘米的超级微距，拍到很多细节。我们同时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我们可以用后置相机的强大功能来做自拍，我们用这个来做自拍，那它带来一个超大广角的能力，非常非常酷啊，给大家带来这种防畸变的超广角的这种自拍的强大的自拍能力。这就是华为的 Mate XR 啊，它的摄影能力，强大的摄影能力和摄像能力，我们全时段全焦段记录生活的每一刻的精彩瞬间。今天我还给大家带来哈我们非常一个创新的设计的一个配件，我们如何能够提供一个啊保护壳，不仅保护手机还能够带来更增强的体验。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研发的啊小伙伴们，他们的创新能力真强，他们提供了一个新一代的保护壳，大家看到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保护壳谁都能做是吧，但是它非常有奇妙的功能，它拥有这样一个可以翻折的一个磁吸的翻折的这样一个支架，这个支架展开以后非常酷，大家知道你看一看了，我们要观影要使用手机的时候，看我们这个保护壳直接就支撑住了，大家看它做起了一个支架的作用，非常酷，大家仔细看一下啊，可能手挡住了，你可以看看非常酷的支架，而且我们这个支架即使合上也可以这样用，大家看展开和合上都可以让观影啊看视频啊办公这种非常非常方便。我们合上以后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保护壳。我也告诉大家我们在随机免费赠送每一个手机里面都免费赠送了这一个非常具有创新力的这个
带支架的这种皮革保护壳，让你办公，让你看视频，非常轻松啊，这种展开放。我们还提供了一个车载的这种支架，可以展开放，可以合上。这就是华为的 Mate X 啊，我们有非常创新的双楔形的这种设计，双螺旋水滴形的铰链的这种设计架构，极致的8.01英寸的8:7.1的大屏，最强悍的相机，最强悍的处理器，而且我们软件呢提供了多窗口啊多任务的这种操作的能力，让你的工作生活更便捷，效率更高。啊，今天我们发布一下我们华为新一代折叠屏旗舰华为 Mate XR 的价格。华为 Mate XR 有两个配置，256G版和512G版。256G版的价格是17,999元，512G版的价格是18,999元。我们从2月25号开始，全国线上线下同步发售。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为华为新一代折叠屏旗舰 Mate XR 准备了足够大的产能，我们每个月都在增加这样的产能。我希望喜欢这款折叠屏手机的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平价买到这款折叠屏旗舰。同时我们为我们的折叠屏旗舰 Mate XR 提供了有翻盖的保护壳、支架保护壳，还有我们的真皮保护壳，还有我们车载支架都供大家选择。我们随机赠送了这个内置的这种带支架的这种保护壳。